开始。是录影吧？对，是录影。没有，他没停，他只是屏幕关掉，为了省电的功能。弟弟没有怀疑吗？对。
对，盖好快。没有荧幕，然后另外再买一个荧幕。而且我说，那你现在拍你知道吗？没有啊。GoPro 不买，因为 GoPro 没有防守震功能，它这个防守震。一直在拍哦。对，现在在拍啊，亮红灯。为什么要一直在拍？就好玩啊，拍一下。爽的一件事。买了不拍干。去 BDD 发，应该是他们说英文是。